台湾性感女神林湘同林莎、人气啦啦队乐天女孩嘅成员壮壮等等嚟到香港出席电视台嘅旅游节目《女神同行》嘅宣传活动，佢哋喺现场更加带嚟咗精彩嘅表演。而近日林湘离开咗啦啦队乐天女孩，就有传话佢将会转战到味全龙啦啦队，成为小龙女嘅一员。佢呢日都有回应啦。没有啦，大家还是等官方。像我们怎样来到？不要肆意揣测。那你自己有什么愿望或者计划吗？今年？其实我今年的计划就是希望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过，因为我觉得我去年年底有点真的太忙，忙到每天起来不知道在干嘛，就有点浑浑噩噩，就是起来就是工作，起来就是工作。然后我希望今年可以把重心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自己更重视工作，然后可以过得开心，然后最主要就是把我的身体养健康。所以今年就是着重吃美食，然后增胖计划，然后开心快乐。有什么方法保养啊？这样这么好？你说，就压力大一点就会瘦下来了。